毛宗景一把的石岗片，又上个样的威武，就跟阿贝杜兰古，这都真是把路输了的眼睛突。又上眼睛突啊咯，你空出路呢？玻璃屋门没人呢，住在左边，别在主页，就跟阿贝杰古，看他独立呗，别把嘞。眼睛突啊，那副石岗的嘛，石坡又上你阿干的。都上街也比咯，路边苗郎街比，那些偷人表达脾气多嘞，尾巴个真难听嘛咯，尾巴嘞，你个啥讲你也讲哩，他妈乌冬钱，都上街也是给他呗，别巴嘞。哦，这都过年呗，家里人多钱哈喽，多家第三要吃公司找你们说。啊，那所以，你也去不了。七百零八。这个。第二个，龙门宝那第二年嘛咯，尾巴个自然对下，十等多个比咯，一年就讲嘞，自然对阿妈爹这帮里里那的瓜，这都真像古路呗，叫喇叭嘞。一年就讲。尾巴个生烂多哩，只等多阿被关。他妈武装，武艺那样个勇勇积极撇，路上关被刀，西安猫的，在故意招笑，西安别撇，店家被刀，西安乌黑手。石家片片也转，爸爸妈办不被家都命嘞，爹娘生他妈，当时都命阿龙个，猪呗，这都爹妈嘞。比如武艺那个白萝卜撇撇，只看没阿被家嘞，都是武艺的战果嘞。这都明天就把手臂都交拿给他呗，去吧嘞。一年出完了，那帮我做个整片，一把嘞在钢片，都上给伢嘞，尾巴个自然出来个，我一年也个，这个阿伯都两个，这都真像，人呢交拿给他呗，去吧嘞。别得罪人呢嘞，一年出嘞，老太六百年老乡母人呢，自然出来得罪，多谢人嘞。阿伯，我现在把路张叔爷呢，这事别来也罢嘞。阿龙，接触这嘛嘞？阿龙们，别人跟我约，我谁能骗啊？这嘛表现为了，下面就把事。